我是王默，一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学生。不过一天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，没想到我得到的娃娃竟然是被诅咒的仙子。当与他缔结了契约，娃娃就会获得生命，而我也拥有了魔法，我还变身成为美丽的战士。我和萝莉救下了一个被坏小孩欺负的铁皮玩具，在萝莉的魔法下，他获得了生命。但是他们竟然都被人带走了，而且这个人还不肯还给我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还是把它锁起来保险。锁起来？这下可放心了。出不去了。完了，真的被锁死，出不去了。难道我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你没事吧？铁皮，是你吗？是啊，他睡着了，我来看看你，看看你这么长时间在大盒子里憋没憋死。铁皮，求求你，拜托你帮我打开盒子，让我出来吧。不行，你这个盒子被锁住了，也打不开。除非用钥匙打开，不然你是出不来的。难道我就这样被囚禁了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用别的方法试试。告诉你啊，这个开锁呢，就是找到锁芯，用力找着寸劲往里一捅，然后就怎么样？然后就能打开了吗？然后就没打开。真丢人，还说什么专家呢？哼！对不起，可能帮不了你了。萝莉，你比较聪明，有没有别的办法？钥匙。能不能再在身上找到钥匙？一把新型的钥匙，你帮我找找看吧。找到了，在他身上挂着呢，这下麻烦了，不好取啊。铁皮，拜托了，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呀！你放心吧，就算我被抓了，我也要保护你的，不会让你遭遇任何不幸。铁皮，谢谢你对我这么好，太谢谢你了，铁皮，你真是人格最高尚、最好的人了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一定……喂，喂。你还在吗？我还在赞美你呢，浪费我的感情。得想想办法，不弄醒他又能拿到钥匙。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割断绳子呢？都没有。我想到了，靠我的金属技能铁皮。到手了。
萝莉，拿到钥匙了！太好了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成功了，快点出来吧！谢谢你，这个先生，你真勇敢。这，好了，快走吧，免得一会儿他醒了，发现了就完了。铁皮，你真是个勇敢的男子汉。以前说你是破玩具，是我不对了。我们以后做好朋友吧。我们以后是好朋友。我这个没人疼没人要的铁皮也有朋友了。好了，快回到主人身边吧。这倒是挺新鲜的，一个活娃娃。不好，难怪小丫头那么宝贝你。装死吧，一个活的娃娃。嘿，动一动啊，刚才还看见你活蹦乱跳的，想装死吗？哼，我知道你是活的，别想骗我。怎么办，被发现了，完了完了。哼，如果你再装死的话，我就拧断你的脖子，让你真的变成一具废物好了。好可怕。快点给我活过来。好痛，怎么办，我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再这样下去，脆弱的娃娃身体早晚会坏掉，救命啊！萝莉，如果我冲出去救他，只怕连我陷害那样伤害我，我不想回到过去。但是，萝莉她。谁？生产编号2013年，无敌的金属铁皮战士在此。傻迷？又火了一个玩具，我的眼睛花了吗？画个超人印记，给自己点心理安慰。这不是机器人吗？铁皮，你怎么没自己先跑啊？哈哈哈，你果然是活的。放开他！俺要救你嘛，不能看着你落入坏人手里。不不，你这样实在是太傻了，凭你不但救不了我，只会连自己也暴露的呀。我抓住了你，就一定发达了。来救我，来抓我呀！想跑？中计了吧？我早就设好了陷阱。看我把你固定住。
你想要干什么？哎，别烧，别烧，我放手就是了。救了我，你先走，快点跑吧，我看着他随后就来。玩具的小儿科就想困住人吗？死定了。铁皮，快来呀！我已经打开门了。好啊，竟然敢这样对我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铁皮！你快走，我是铁皮的。没那么容易坏，你不一样，快跑，我等着。可是，你是夜卢利仙子，要完成你的使命。别管我，走啊！还挺痴情的。先想想怎么惩罚你，然后我就去抓他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的。舒言，我新的顶球技术很不错吧？你很快啊就能成为海豚了。嘿，舒言，老是走路看书不好，这样下去你的眼睛度数又要加深了，而且万一撞到电线杆怎么办啊？我这都是为你好。你倒是比我先撞到电线杆。你才应该多小心一点呢。我的球。没有主人在身边，我就是个普通的娃娃。但是，赶紧找到主人，才能救铁皮。那不是王默吗？他在干什么？他家不住这里啊。而且这宅子有点古怪。走，咱们过去看看。发现了一颗黑暗的种子。我也有点怕。主人为了铁皮要加油啊。
哥，请把我的玩具还给我吧。烦不烦呐？啊？女孩，快回家吧！你的铁皮玩具不是爱跑吗？我就拆了他的腿，看他怎么跑。住手！不要伤害铁皮！这可怎么办啊？主人，不能让他拆了铁皮的腿。已经具有了灵魂的玩具，如果受了伤，就如同真人一样，是无法修复的了。被你跑了竟然还自投罗网跑回来，会说话的漂亮娃娃自然比那个废铜烂铁的机器人有意思啊。我要把你们两个都抓住，让你们做个马戏团，天天都临街表演。到时候我肯定会挣很多很多的钱。我们可不是马戏团的小丑，我是叶罗林仙子。仙子？玩具就是玩具，乖乖的，任我摆布吧。主人，主人，你有没有伤到？我没事。主人，这个人的心里充满了黑暗的邪恶之气，和他讲不通道理的。交给我们吧。丑陋的人就不要讲道理了。舒言、剑童，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舒言和剑童能帮助王默救回萝莉和铁皮吗？